赶快是 KCOL 乡的消息，关心的是 KCOL 主题，但威林事业有成，号召其他呼伦社的社友募集50万捐赠给 KCOL 乡公所，推动社区初期失智长辈筛检与预防照护方案，希望将失智症防治和照顾服务直接送到全力社区。这张捐赠仪式在溪口文化生活馆举行，不过馆长张华官、大拿组织病院院长赖宁生和各村村长参加。这是溪口主题单位林事业有成，号召呼伦社社友集资50万，回馈溪口乡，推动社区初期失智症长辈体检和预防照护方案的计划。我来自农村，农村的资源较缺乏，这个政府的资源讲实在有限，有这个机会，有这个心力，会当替这个农村这个较弱势的偏乡吼，做一寡服务，是我的心意啦吼。利用台北这个所在人口较侪，资源也较侪，这是事实。所以我讲我有这个机会，我做社长，我就一直在想，讲我伫这个社东副社长的过程，我就想讲，有机会我会当当来我的故乡。我的偏向，我的嘉义县溪口乡这个社区，通做一寡服务，这是我的想法。根据了解，卫生福利部两年前补助嘉义县，并由大拿组织病院协办，推动失智长者服务据点，但经费只补助三年。这回溪口主题单位林和其他社友支持，和计划会当持续来推动。呼伦社哈，它刚好今年的主题就是送给世界哈。一个美丽的一个礼物哈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。他们可以捐给台北市、台中、桃园任何一个县，一个社区的一个计划哈。但是他们选中一个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嘉义游东社区，我觉得对他们来讲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机缘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也心存感激哈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计划。未来这笔经费吼，阮会做滴吼，专向吼，啊，这失智老人吼，培养阮社区的志工去大拿组织病院吼，上这早期筛检的失智筛检的课程啦吼，让阮乡内遮的吼，独居老人遮的志工会使来阮专向吼，14村内底吼，啊，每一个找出吼，阮乡内遮有早期失智镜头遮的时段吼，做伙吼来阮的这个关怀据点吼上课，然后能够延缓吼他们的失智的症状吼，真正发挥落实吼照顾。我们乡内这个老人的精神哈，所以阮工作其实这方面吼嘛，真正做感谢吼。阮的大龙洞福伦社，咱的陈威林社长吼，传着其他的福伦社吼，做伙来关怀阮溪口乡吼，这个时代啦吼。阮工作未来吼，会发挥阮全乡独居老人志工这个团队这个功能吼，真正去落实照顾我们乡内关怀失智老人这块安尼。除了捐赠50万，也捐赠溪口各村血压计总共14台，以及捐赠陈威林的母校差拿国小电脑2台。最新看到红溪口乡采访报道。